女人占了其中一条，渣女无疑。一，蛮不讲理，总是因为一点小事情就跟你争吵，尤其在外人面前更加不注重自己的形象。二，她的身边总是有着各色各样的男人，与着许多人有暧昧不清的关系，身边也总是有着许多男人追求，她又不拒绝。三，对父母不尊重，总是对父母大呼小叫的，觉得父母做的一切都是应该为她做的，不懂得感恩。四，嘴里常常挂着男人没有一个好东西，却整天跟男人混在一起。五，比较利益，喜欢钱，总是不停地向你索要东西，还不会回报。六，对感情不专一，喜欢玩备胎，分手了就说男人不好，其实真正不好的却是他。七，对男人说话总是很亲密，什么样的话也能从他嘴里说出来，不会顾及男朋友的感受。如果你遇到一个女孩有上面这些表现，就要小心了。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人，我们无法避免，但我们要学会判断，遇到错的人不要深交，遇到对的人一定要好好珍惜。